好，我叫王素龙，我的兴趣是逛超市。你们呢？一个一个介绍好不好？然后他让每个人自我介绍的时候，也有意在 cue 大家每个人去说说你的爱好是什么。老师好，我叫王青，我喜欢撒农药。你喜欢什么？撒农药？真实真实。老师好，我叫张玉，我喜欢。你喜欢烫头？你喜欢烫头？天黑夜，梦想牵引着的神经不松懈，忘记极限，伤口燃烧着的王座越热烈。苏珊珊，在这里。哦，你很特别。对不起。不会不会不会，首先我觉得你不用对不起，就是每个人当然都会有自己的劣势。另外，我很佩服你的坚持。所以老师，我这段就是你这一段，我是。好，我们耐心耐心，汪老师是个耐心的老师。梦想牵引着的神经不停不松懈。梦想牵，这三个音是一样的。梦想牵的神经的神经。梦想牵引着。